完了，坏了，那前面这警察要查喝酒的呢，你说我这口酒喝的倒霉不？你说，赶紧。哎，醒醒！哎呀，你好，你好，这车怎么停这儿了呢？啊，车怎么停这儿了呢？是吗？这是车吗？那你还以为是炕呢？我睡着了。司机呢？啊？你是不是喝酒了？喝酒了，我们正在查酒后，来配合我检验一下。不过我没开车喝酒，你检验我干啥呀？你没开车谁开车？开车的谁开？他干啥去了？哎呀，可能是车没油了，他去找油去了。你这车不还有半格油呢吗？这车烧机油。不是你这车谁开的你不知道吗？我车我儿子开的。你儿子呢？我儿子可能去找油去了吧，我给他打个电话。赶紧让他回来啊，要不然把车给你拖走。对。儿子，你溜哪去了你？你警察来了，你走了你啊？什么玩意儿啊？那个啥，我这车搁这不行了，那个警察来了搁这儿。你赶紧过来一趟啊，你这那开车哪有这么开的，听话。他问这是哪呀？你儿子刚走不知道这是哪儿？你刚走你不知道这大戏院后身？快过来，你这是违法停车，先给你做个笔录。车主是谁？什么叫车主？车的主人。我儿给我买的，那就是你的车呗。我的车。姓名？姓赵。名字？肇事者。我没问你肇事者是谁，我问你名字叫什么。我名字就肇事者呀、啊、世界的事，折折巴巴的折。年龄？53。你这快不行了。你说啥玩意儿？我53就快不行了？不是，我说你这车底盘都漏油了，咋还上道呢？这车是新买的，这97啊，这不看不出来吗？这啥车？97。你这不秋秋吗？新手的秋秋吗？这车，哎呀，挺贵的。这个车到你手也不值多少钱了。不是，我5000块钱买的，我儿子花25000修的。这车厉害呀！啊，我跟宝马都飙过车。你这车跟宝马飙车？嗯，有一天下大雾嘛，看不着，我就为了省电，我也没拿灯，我就跟他走，走走，咣家就给他撞上了。完，我吓得我跟他急眼了，你停车咋不告我一声呢？他说那我都进库了，你咋还赶紧？你那是给人追尾了。是追尾了。赶紧签字。别的，我人你能熟悉，等他来，他说认识您队长，跟我没关系，不是有关系没关系的，真的，开4S店的，沈阳，叫三毛子，你看见就行。这孩子，不省心，这孩子。爹，哎，你干啥去了你？咋了爹？你这，刚才你咋说这车你给停这儿干嘛呀？啊，车你这警察正搁这呢，搁这查酒驾呢，就这完了你就撂这了，你干啥呢？我搁那边喝酒呢，干啥呢？正喝呢，喝这么多天，你呱一个电话，我这俩把我吓，警察你好，怎么了？我这撞谁了？啊，没撞谁，那个你是他儿子？